陆 CBA 直篮上海队的姚明今天莅临台北，为今晚6点在天母北体篮球馆开打的2012海峡杯篮球赛暖身。今天下午姚明来到了台中拜会市长胡志强，两个人亲切的寒暄，而姚明呢还赠送了胡市长亲笔签名球衣。由于他曾经在火箭队效力，又跟重披火箭战袍的林书豪私交不错，他在记者会当中被追问有关林书豪的话题，姚明称赞林书豪表现出色。